炮也是一样，炮那可以杀来杀去，还可以跳，哦，可以跳，我要出生球结果喽，送分。嗯，这棒球哦，真奥妙，跟下象棋嘛，真类似。现在对国军来讲就是需要炮。嗯，但是来一个小兵立大功也不错，来一个出生球挤一分回来也是一分。OK 了，也就是小刀砍大树，厉害我这个功夫了。那要砍久一点就是了。Okay, 对，倒打挤。现在变成了1-5。刚才呢，谢总的这个出生球呢，是换回了一分打点，三垒上的跑者克莱门德回来得分。